啤梨漫步，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梨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其实我唔知啊，我养猫养狗咧，都系好耐历史以前嘅事啊。我成日觉得啲猫狗都可以食人嘅药噶啦，即系个份量真系调节下啫。咁但系你而家市场咁样，佢一定会有好多呢啲咁针对性嘅产品嘅。咁你譬如你。人你唔會有咩美毛液㗎？屌你整啲美毛液嚟整閪毛咩？唔通啱唔啱啊 ？OK， 好啦 ，Donald Trump OK 嗱，我就甚至乎我唔知道咧究竟阿拜登會唔會選啦？話宣布乜嘢咧？最好繼續選啦！嗱，我真係冇乜所謂，但係我覺得咧，如無咩大意外咧，阿 Trump 咧就已經係成為下一屆嘅美國總統。咁啊，近日我開始留意翻呢一啲咁嘅消息嘅時候咧。我發覺咧，有啲人咧好不經意地咧，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會因為佢自己喺嗰個刺身嘅立場咧，去判斷或者希望邊個做嘅啊。咁啊譬如阿老蕭啦，你會發覺佢話唔係嘅，但你會發覺其實佢係幾抱拜登因為好擔心阿 Trump 會啲政策，譬如佢放生咗烏克蘭啦。咁第一次佢都話阿親上台受。會打仗唔係，佢話會，佢驚佢會放生烏克蘭啦，又話會台灣方面可能要收，即係你知阿 Trump 講嘢啦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咧因為佢而家喺嗰個位置就咁諗嘢。首先阿 Trump 嘅嘢嗱，雖然嗱，佢今日我睇佢，我唔知你有冇睇啊？喺槍擊之後出嚟咁長篇，你覺得佢 humble 咗啊？你真係真心覺得佢成個人個樣都唔同咗？咁但係佢四年前佢即係八年前戇鳩鳩，佢八年後再上嚟嘅時候，佢係咪仲係咁樣？但係有啲嘢講嘢嘅作風係唔會變嘅，尤其是而家佢講嘅係選舉語言，而唔係佢真係唔代表佢實質上到佢真係會咁做。仲何況咁有人話唔係喎，佢講嘅嘢佢係履行競選承諾最高嘅總統喎，咁係咪代表佢真係咁做咧？而且咁做有咩錯呢？你覺得嗰個係咪真係叫做放生烏克蘭呢？即係放生俄羅斯呢？因為好擔心佢會，老實講，阿 Trump 而家講嚟講去就話佢，一上嚟就搞掂咗啦，唔好打。嗱，放係咪放生俄羅斯？佢有咩手法？我哋唔知。但係唔好打，唔係一件好事咩？屌你咪而家死嗰個，唔撚係你哋啲人啊嘛！你老實講咁樣死人法打仗嘅有死人啦，但係咁樣嘅消耗戰啊，先唔好講美國佬用咗幾多錢，歐盟用咗幾多錢，咁樣嘅消耗戰，至於有冇辦法去懲罰俄羅斯，這個係另外一件事啦，懲罰普京 ，OK， 咪睇佢做成點咯，做出啲乜嘢時候，你咪去批評咯。至於佢係咪話，喂，屌你老尾，你咁樣係咪真係將成個大陸台灣送俾大陸啊？你咪睇下點。唔好因為你自己喺台灣，你就咁擔心啦。咁爭大陸點會上台？老實講，阿蕭生就覺得話：喂，佢咧好似個門羅主義嘅人咁喎，成日睇住自己喎。因為美國佬其實從來都有呢一種信念，但係我覺得阿 Trump 咧，佢可能都係咁，因為讓美國great again 啊嘛，美國優先啊嘛。但係你搞清楚，大家各位，如果美國唔得咧。佢繼續去做大佬都係唔得嘅，你好似而家佢係大佬嚟噶，而家都係大佬嚟噶，點解唔係大佬啊？咪唔能得咯，係嘛？美國掂就掂噶啦，好啦，嗱，佢喺呢個黨代表大會咧壓軸登台發表演說，咁我都唔想特別講，今日我覺得個焦點就應該擺喺最後嗰度嘅 ，OK？ 咁佢咧係嘅幕僚就話。其實喺槍擊案發生之後咧，阿 Trump 咧都好多感慨嘅，所以咧佢話咁大家都知啦，呢啲應該佢就唔會讀廣告噶啦，佢就自己寫，咁佢喺演說一上嚟嘅時候話個半鐘頭，屌你老尾閪，我叫你上去我講個半鐘頭嘢啊，佢又唔使點底稿喎，當然啦，佢可能有曬即係嗰啲咩俾你睇啦，佢話咧。佢懷住信念同埋虔誠，
很光榮地去接受共和黨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、他說呢今次呢他承諾呢他一定會、帶來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年、他說我是為全美國而競選總統而不是半個美國、這個呢就跟他早兩天呼籲大家團結呢就跟他幾年前呢很不同、雖然呢在他在任那四年他沒有拉過任何跟他政見不同的人啦，是吧？但是因為他把口招職他又不喜歡說這些話、他現在呢他說呢 你又覺得他什麼、真的有些不同了、Trump 很多謝現場保護他的勤局的 特工、這個很特別的，你問我們呢屌你老母，話呢班冚家產又搞撚錯呢班友仔，雖然你唔能夠怪得曬佢哋，喂真係唔撚掂喎。喂老實講啊，屌你如果一收到有人通知話兩三分鐘喎，係嘛？你都係咪都停咗佢哋啦？戇鳩鳩㗎你班友。依家話一捉跟咗成粒鐘添。屌你老母，你係咪嚟寶？話咩跟濕咗佢？屌你咁你跟濕咗人哋，你都知道佢嗰度啦。知唔知？知嗱，你咪住先，嗰個白色屋頂點會睇唔到？嗱，我唔講。只要你跟失咗，知道有咁嘅危機，一日未 clear 到咧，你係唔可以開始講演講咯。唔係啊，呢單嘢一定有人咩飛嘅，我覺得一定要啦。死咗，大佬，唔想問責啊。好啦，佢回憶槍擊嘅事件，佢話佢只會講一次嘅啫，因為實際上係非常痛苦嘅事件。佢話嗰個係一個 beautiful light。喺演講嘅時候，突然間覺得隻耳仔好似有咩嘢打到佢啊。咁啊，跟住佢話：咦，咩料咧？哦。他首先是沾滿了鮮血，他立刻意識到非常嚴重，遭到襲擊，他周圍都是血，但是我覺得很安全，因為上帝站在我那邊、他說如果那一剎那我沒有動，我不是移動的頭，他就會打中我的頭，我就不會站在那裡了、我的特勤局狙擊手從很遠的地方用一粒子彈就擊斃了刺客，搞定了他。你想想，屌你老母，是那個狙擊手為什麼要等到他開槍才開第一槍呢？你說不是，不用說不是了，因為呢那個狙擊手 打死那個刺客的年輕人狙擊手，他都要時間瞄準的嘛，是一開槍之後跟著他白白開了幾槍，那個年輕人現在說七八槍，現在甚至乎是不是他開呢，但是迅速被擊斃的、那條人不是撲下來就打的，是瞄準的，那為什麼不打呢？根據之前的報道就說他上司叫他不要動了嘛。好了，他說如果、他說他跟著蹲在那裡，特勤局的特工撲上來保護他，他呢開始在地上，他看到觀眾面上面呢好像很擔心這樣、於是乎他知道觀眾看不到他，所以他呢就伸個頭出來就是說 fight fight fight， 他之前其實呢個麥克風都對不到他的，之前是 wait wait wait， 因為為什麼呢？其實那些特勤局呢就按住佢，係唔俾佢起身嘅，或者起身都唔俾佢突個頭出嚟啊！即係正常。屌你突個頭出嚟把撚啊！咁啊，喂喂喂，唔好住唔好住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原來就係見到，當佢踎低嘅時候，你啲腳罅之類咧，見到台下面啲觀眾咧，好悲傷啊！咁佢咧啊講到呢個時候，佢就話其實今晚我唔應該喺度啦。咁就望一望下面啦，啊呢啲係好識得即係俾位啦。咁下面啲人都話。You 第二是更加謙卑，那我覺得呢正常人應該更加謙卑的那種，如果你是真的對相信上帝的大能留給你，因為大家看看那幅圖你知道那種險、千億萬分之一的機會 都未必做到、是吧？好了，那他說呢、我知道很嚴重，他在槍擊當下我被擊攻擊，但是呢我亦都覺得好安全，喺即係佢話喺跪低個剎那啲腳那度見到你擔心樣，佢知道自己冇事，佢因為上帝企喺我一邊啊。佢話我承諾今晚我哋喺度，大家聚咗一起 ，OK， 談論未來。佢話即係既然我哋唔應該喺度嘅，
但我都仲可以喺度嘅。美國將會徹底更新，我哋會生活喺一個充滿奇蹟嘅地方啊！因為我哋邊個都唔知道上帝嘅計劃噶嘛，嗱、啊，佢不斷喺度提供提住上帝喎，話呢個好重要啊！美國係一個基督教國家嚟噶，大家搞清楚啊！佢嘅立國先佢嗰啲咁嘅先言啊，或者嗰啲偷唔好講偷盜啦，越即係咁樣越洋過嚟嗰啲咧啊，全部都係清教徒嚟噶啊！就係唔撚想屌你啦！我喺歐洲又成日打仗啊，又抽重税啊，就想即係揾一個叫咩啊？屌佢之前咩？阿李家超話咩？揾一個桃花源啊！嗯，就喺度建立我哋嘅家園啊！即係唔撚想喂屌你，又無撚端打嚟打去，所以根本你哋成日話要侵入邊度邊度，佢都唔撚想搞。大家稍微讀下歷史就知道，喂，一二次大戰啊！屌你咩根本，喂，無論搞狗我啦，係咪先？其實嗰陣時阿喬好大噶，啊，喂，我就係唔想幫拖啦嘛，就係咁先過嚟，屌你又要我搞狗我，啊，好啦，佢話，如果上個禮拜六嘅事成，即係説明咗啲乜嘢？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喺地球上嘅每一刻咧，原來都係上帝嘅禮物嚟嘅。我哋每一個都需要充分利用每一日，為我哋所愛嘅人啦，為我哋所愛嘅國家啦，賓州即係賓夕凡尼亞州啦，想阻止我哋運動，但係其實呢場運動從來唔係為咗我，為咗你，係為我哋成個國家嘅。佢話：偉大嘅美國人與生俱來嘅權力 ，OK， 就係自由啦，就係追求自己，憲法都寫埋啦。Pursuit of happiness 啦嘛，佢但係如果我哋將精力花喺互相鬥爭上面咧，我哋嘅命運咧係掌握唔到嘅，啊，所以咧佢話啊，佢要向啊穿越啊內華里達州咧啊渡過寒冷冬天，克服咗好多挑戰嘅祖先致敬。佢話當我哋生活嘅方式受到威脅嘅時候咧，我哋嘅愛國者就會走上戰場，衝進敵人嘅據點。直視死亡，直視敵人，同埋保持自由嘅火焰。嗱，呢啲説話咧，其實就冇話特別針對乜嘢人嘅。但係你俾我聽落去咧，呢、這個敵人其實就係你內部嘅敵人啦。因為就係唔尊重你祖先，你哋立國嗰、那個。咁當然啦，啲左翼所謂嘅自由分子、自由主義者就話：喂，是一是咩？總言之就係不即係、就是、不遵守憲法派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所謂進步派啦。此一時彼一時。但係喺我心目中，既然呢個係立國嘅條件，咁當然冇話永遠冇話嘅。你認為要做啲嘢嘅咧，咁啊唔該跟翻個憲法去修憲，全民投票。嗯，就唔係咧，你自己係不斷去扭轉啲嘢 ，OK？ 甚至乎用啲司法手段啦。佢話冇人冇嘢可以動搖我哋嘅呢啲鼓勵説話啦。佢話無論我哋遇到咩危險，有咩障礙，我都會繼續奮鬥啊！佢話咧，只要佢當選總統咧。佢就能夠恢復世界嘅和諧同埋穩定，但係達成呢個目標之前咧，一定要首先令到美國脱離現況，包括打擊人民嘅經濟危機。佢話：你哋回顧美國史上最糟糕嘅十位總統，諗下最糟糕嘅十位，將佢哋加埋一齊，都達唔到拜登造成嘅傷害。我只係提呢個詞一次嘅啫，拜登，我唔會再講呢個名噶啦。咁佢咧？又都提起台灣，佢話台灣目前受到衝突陰影嘅威脅，一切都係拜登嘅無能所造成嘅。係咪咁講咧？又唔一定。咁但係你話係拜登嘅造成咧，因為其實你話如果特朗普上四年前連任咗，係咪而家咁危險？我都真係好懷疑嘅。好啦，佢話戰火喺歐洲同埋中東肆虐，係嘛？咁啊，越嚟越多衝突。籠罩住台灣、北朝鮮啦、菲律賓同埋整個亞洲。喂，其實佢而家做咗候選人啊，正式就應該有啲啊，應該係咪有啲啊報告要交俾佢噶？定未得㗎？定係要當選啊後任總統先交俾佢啫嚇？應該。咁但係佢自己應該有幕僚去供料㗎啦，係嘛啊？佢話而家我哋星球處喺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啊嘅邊緣啊，因為而家嘅武器咧係同之前唔同啊，呢一場將係前所未有嘅戰爭。啊！而家唔係再坦克來來回回互相攻擊㗎啦，我哋而家武器毀滅性嘅。啊！佢亦都話咧，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呢場可怕戰爭咧，仲有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咧。佢話：如果我係總統，呢一切就唔會發生。咁呢個我同意嘅。啊！咁但係點樣解決咧？最後佢又話咧，嗱，民主黨人對佢
對他的黨派政治迫害，他呼籲民主黨和支持民主黨的人立即停止這種司法系統武器化，停止將政敵貼上民主敵人的標籤，包括昨天我說的那個參議員欺負又是動一下就說人家是民主的敵人，屌你有什麼民主敵人，你最多就意見不同，政見不同，有什麼民主敵人、okay? 好啦，洛克文，大家知道洛克文是誰啦，就是澳洲的傻佬，現在就變成是澳洲駐美國的大使，他就經常說川普是希特拉、傻佬、這樣那樣，但是呢很奇怪，今天訪問他他做了川粉，他說現在川普煥然一新，令到他對他態度改變，那我們又不要想到這麼容易會煥然，即是 會改變的，只不過因為呢，我想想洛克文現在去到駐美大使呢、那你是不是都要跟政府、即是你不同我嘛，你都有個人可以溝通到嘛，洛克文跟大陸都好 friend 是吧，基本上一定要是這樣，其實你正式外交就應該是這樣做的， 你喜不喜歡都好，是吧，要保持溝通的嘛，好了，但是他現在最大的最重要是做什麼，洛克文不是說他現在呢他最大的工作呢就是積極跟歐洲，特別是歐洲其他國家的外交官、去東出他們冷靜下來，因為呢、未來四年呢這一套呢美國跟歐洲的關係呢是可以駕馭和管理的，不用怕，即是說其實洛克文已經覺得他是下屆總統、所以要打定個底，也要跟其他歐洲國家老友記喂什麼喂定少少啊，屌沒那麼瘋的、都要傾偈的、但是這些都不是我要講的嘢，我要講的嘢就是我都係眼前一亮。嗱，點解我要選呢個做總統呢，其他嘢乜都唔好講。咁當然有第三者，我哋可以再揀啦。就係、啲家教。阿 Trump 啲仔女唔好講啊，阿 Ivanka 啲哇靚女不得了啦。OK， 喂，啲仔我都奇奇你哋。哇，佢嗰個細仔先離譜。屌你而家高阿 Trump 過幾頭啊？會唔會太高咗啊？即係嗰陣時個靚仔，即係早幾年啊。嗰啲細路仔咧，嗱而家講就係2016年八年啦，而家講就。哇！屌你有冇咁撚高啊？真係黐撚線嘅。嗱，今日咧，嗱，我又睇埋嗰段片啦。啊，佢個孫女咧叫海阿 K 嘅 K Trump 上台演講，17歲，係阿 Trump 咧咁多個孫，即係咁多個孫入邊最大嗰、那個。OK， 哇，靚女啦，係啊，咁係咪好靚係嘛？斯文淡定，喺咁多人面前去講嘢，完全。真係冇得傾嘅，嗱你嗰我今日可惜我唔播片，大家睇住佢講嘢嘅時候咧 ，YouTube 有嘅，即係一個鏡頭兩邊睇啊。阿 Trump 嗰種做阿爺嗰種驕傲咧，因為呢個孫女原來係由細到大咧，阿 Trump 帶喺身邊嘅。咁而家咧，阿 Trump 做咗即係後來即係做總統啊，點樣都好啦嚇。佢大個咗女咧，就得今日去打高爾夫球嘅嚇、好啦，咁呢個阿 K 咧啊，佢咧就親自向支持者描述。佢阿 Trump 喺佢心目中嘅樣貌，希望大家唔好俾媒體欺騙啊！係因為一個真正嘅 Trump 咧，係一個好親切啦、好有愛嘅爺爺，更加係一個真正想美國再偉大嘅人。嗱、綜合美媒報導啊，阿 Trump 家族咧再有新嘅焦點人物出現喎，你諗下啦，喂，佢嗰啲仔女嗰啲咪家教咯，佢都人哋有條靚狗全部喎。係咪先？佢嗰個咩嘥撚氣啦！唔係我唔好講 Hunter Biden， 成家人嗱、死嗰啲唔好講啊！喂，屌你老母閪，又勾二嫂，屌你咪食白粉乜撚都齊，有冇搞撚錯啊？屌你老嚇！好啦，唔係啊，你克林啊，你就算喺邊個都係㗎。阿、奧巴馬個女，屌你嗰啲咩家教嚟㗎？又俾 Hunter Biden 屌喎！屌你老母黐撚線㗎喎！屌你咪喂個老豆，喂諗諗下，奧巴馬話我個副手個仔屌撚咗我個女。屌你大我女，屌你卅幾年，屌你勾撚曬頭咯，佢又冇嘢喎嚇，啲鬼嘢。好啦，咁啊，綜合美媒報道啊，咁啊呢一個咧就係Donald Trump 個仔 Donald Trump Junior 啊 Junior 個女啊，今年17歲嘅阿 K， 個外形咧咦好似姑媽喎 ，Ivanka 喎，姑姑啊，我應該係姑姐嚟嘅，應該係姑姐嚇 Ivanka。其實就唔似 Ivanka 金髮，係啦，佢黑髮，但係啲係有啲似嘅輪廓，咁你始終嗰個種嚇。咁阿 K 咧喺爸爸鼓勵底下咧，人生第一次企上全國性嘅大型舞台，為咧就係同阿爺打氣。阿 K 就話
在他眼中呢，阿 Trump 呢只是一個正常的 ordinary part 的 grandpa， OK， 普通人嚟嘅。細個嘅咧，仲成日趁佢爸爸媽媽啊冇留意嘅時候咧，偷偷俾啲糖同埋汽水佢食。咁啲阿爺阿嫲都係咁嘅啦 ，OK， 亦都好關注佢嘅生活同埋學業成績。佢話雖然好多人同埋媒體總係講到阿爺咧，好似地獄嘅魔鬼咁樣嚇，又或者咧阿 Trump 咧會虐待啲細路仔嚇，或者佢哋又又或者咧佢哋用啲好惡毒嘅語言啊，佢 criticize 佢評論阿 Trump， 不過阿 Trump 始終立不到。佢話阿爺爺係我嘅榜樣，話我 I love you 咁樣，話真係冧到不得了。人哋嗰個索膠人，你啲細路仔啲頭髮啊，係啊，佢哋冇嘢啲左膠啊。阿 K 話咧，佢話阿媒體令到阿爺爺咧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咁，但係佢了解嘅阿爺咧就係一個親切有愛嘅爺啊，一直為咗美國啊再次偉大而努力奮鬥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咧對阿 Trump 嘅死忠粉絲咧就未應該見過 K 啦，咁但係之前都細路女噶嘛，你女大十八變，突然間又化曬妝，咁佢係阿 Trump 咧啲子孫仔女之中年紀最大，咁阿 Trump 啲人都係後即係遲生喎，佢而家最大呢個咧17歲，咁阿 Trump 都成78歲，咁其實如果阿 Trump 有啲其實有四代都唔奇啦，如果真係佢早啲生啊，即係啲仔女早啲生啊。啊！從細到大都跟住阿爺周圍出入進要場合㗎啦，啊！包括呢個總統就職典禮啊、白宮復活節活動等等。咁啊，大個啲咧就成日同阿 Trump 一齊打高爾夫嘅嚇。咁佢咧就係咧阿 Donald Trump Jr. 同佢個前妻 Jr. 同佢個前妻佢都即係阿 Donald Trump 個仔都離咗婚啦嘅大女。OK， 不過原來佢都有14萬粉絲喎，小網紅嚟嘅喎。哇！咁我都要 search 下去睇下有冇得。follow 佢先嗱，因為 Eventer 咧，我梗係 follow 曬啦嚇。嗱我哋睇下阿 Trump 個孫女先嗱，我覺得就影得佢麻麻，可能有啲瘦啊。反而咧，我睇住佢作講 YouTube 嗰個俾 speech 嘅時候，其實真係定好多嘅。我睇個頭鏡嚇嚇，其實咧嗱，佢黑髮啊，都係有啲似啊姑媽嘅。而家咁講就，但係姑媽就金髮咯，同埋17歲啫。屌咪 OK 啦，係嘛？屌人哋啲。啲咪種咯，係嘛？樣又靚又成。Hunter Biden 好嘢，屌你老味係。好，你有種啊 ，Hunter Biden， 你屌撚埋呢個，係咪先嘥撚氣？好，下禮拜再見，好，拜拜。